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凯播大中华新闻周报，我是苏佩祖。这礼拜新闻重点单请来关心，溪底村派平宫是福安宫加新年轮值盛大路的路主，庙方依循传统的古礼，由板头村长亲自将这圣庙灵旗、盛大路以及路主马顶信物传予溪底村长，然后随着顶头的队伍前往溪底庄内来吊敬祝福。十五个村里十八庄头屯伫圣大路，是新港福安宫流传百年的信仰文化。溪底村太平宫是嘉兴年的屯伫道主，溪底村民总动员，太平宫的王爷嘛降价来经营妈祖婆起家。溪底村流大路，今仔要来接咱去圣大路。哦，要圣大路，我等下咱溪底村的运庄。哦，啊，希望会当安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然后后扫角后电子琴后迄落，阮拢可能七八斤的啦。哦，啊，都大家欢欢喜喜啦。啊，转来江阿区啊，几啊间，拢要入去，互阮甲做住遮。啊，搁顺庄正华应也未差不多伫个九点左右才有当入到大庙啊。福安宫嘛，依循传统的古礼，由板头村长亲自将圣庙灵旗、圣大道以及道祖妈神尊这三项代表着屯地道祖的信物传予溪底村长。溪底村吼，啊，这个太平宫啊来迎接吼，啊，这个妈祖圣大道啊，这个会庄吼，啊来这个遥敬。啊，定寿一年，哦，啊来贺游咧，哦，咱稳定一切，事事有灾，不折有庆，哦，啊，这个路口行车平安，哦，啊，合景，大家啊，这个平安大赚钱。郭丁在船长表示，要等林陆祖村十几年才有一次机会，这次村民也都真踊跃参与。在这顶头队伍的领军之下，按福安宫接路了后，就安排到庄内吊敬祝福，专兴工业区的工厂，也特别准备香案来接驾，展现虔诚的妈祖信仰文化。早上新闻叶宏武新港采访报道。新的一年将要来到，鹿港天后宫伫个固定十二月十三号开放每年的点灯仪点作业，其中限定200%的在温馨通道，更加是年年秒杀，未少信众按前一天就来排队。今年抢到头香的民众，更加是排了长达21点钟。一堆民众在排队，一看过去，规妈祖殿大厅拢是人，天也未光，温度阁真低，大家也是真坚持，穿着真厚的外套，揢着衣料来只排队。这到底是为着虾米咧？拢是为着鹿港天后宫这趴在温馨通道来的。11点就来了，啊，那为什么那么早来？因为往年都蛮多人排的。有一年没有点到，然后今年早一点到。哦，是是是，还有没有祈求什么啦？怎么会想说呢？求财，求财。之前帮公司点，年都有来啊，然后点灯很有感觉啊，然后所以今年又帮朋友来排啊。鹿港天后宫每周妈祖行为很热，每年旧历十一月初一前一天，妈祖间都会来受理过年的点灯祈福。民众唔惊寒，走来排队，就是希望当得到新民加持，带来财富甲好运。今年12月13，我们早上8点哈，待会哈就来开始我们的2024年的一个预点的一个作业。然后今年的作业哈，就一大早的话，我们出现非常多的一个人潮的排队情况。最主要是我们这些信众啊、常年啊，或是说都有来供奉我们庙里面的财运亨通斗。的确，他们就觉得自己，我觉得他们也自己有感应到妈祖对他们的帮助。
然后他们自己非常的努力，所以点了这样子的一个财力亨通斗的话，他们的事情或是他们事业都非常的顺利，所以才造成像今天昨天哈，大概中午过后的话，就陆续的出现一个排队的人潮来点这样子的一个财运亨通斗。那我们希望呢，今年呢、啊、有来排队的人都能顺利的点到，我们的数量不多，大概接近200斗。的财运亨通斗，所以希望说我们信众的话都能如愿以偿的得到这样子的点到这样子的一个财运亨通斗。那这些人呢，除了来点财运亨通斗之外的话，他们还会安太岁、点光明灯、文昌灯跟拜斗灯，甚至会为公司祈一个良缘。为什么？因为公司要有好人缘啊，订单才会源源不断。另外的话哈，我们在今年哈，就是明年的初九哈，天公星的时候，隔一天会有一场补运补财富的一个法会，所以有很多信众的话会趁这个时机刚好来庙里面的话，也一并参加我们初十的一个补运补财富的法会，这样子的一个法会也是非常深受信众的喜欢。不管天气话冷，信众赶快进来集，点灯拜道，祈求妈祖保庇，龙年顺心如意。在中华新闻林桂英罗岗彩虹报道。进入秋冬季节，冬阿病毒的疫情无较舒缓，加上这季节早暗较凉冷，就较容易破病。官员热清米带着因孙到观音会来开会，原因就是因为这幼儿园又搁停课了。不过今仔家长拢爱上班，热清米就要求相关的单位爱正视这个因为停课来影响到双薪家庭囡仔的照顾问题。官员大清美带孙来开会，不是好耍，是因为孙仔幼儿园又搁停课了。原因就是同班的同学有人感染到冬阿病毒，幼儿园只好停课。一个礼拜上停课，然后上一个礼拜又发生了，又停了一个礼拜。双薪家庭，小孩子轮到谁？连我这个阿嬷都还要顾了哈，所以今天不好意思把小孩子都带到议会殿堂来了，然后，那我想说，是不是想请主席？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现在那个长病毒还有强制说学校工作一定要休息一个礼拜才可以让小孩子上课吗？大清美讲，家己的孙仔真健康，却因为同班的同学有人破病，就要全班停课，这对双薪家庭来讲，确实是一项负担，希望县政府会当正视这个问题。只有在有发生重症的一个流行期，通常是大概是六七月的时候，有重症的时候，那个乡镇我们才会有一些管控，不然像现在这个时候，其实并没有停课的规定。可是大部分都是这么小，也不可能把它丢在家里啊，十二岁以内都不可以把它放在家里。跟你讲不好，很多停课是那个。幼儿园他自己主动要停的，那这部分我们再提供一些处理的原则，因为通常如果是零星个案，只要生病的小朋友带回家就好了。对呀、啊，你看这样子。但是这个有些是幼儿园他有自己他管理的原则。卫生局长强调，除非是有出现冬阿病毒等一个个案，那无卫生单位袂去插手，是不是停课是幼儿园家己的决定。卫生局卖再次将相关的停课指引通知县内各公司入幼儿园。多张新闻，丁向中华采访报道。资济基金会甲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合作举办趣味科学特展，透过游戏，让囡仔熟悉趣味的科学知识。身为立法委员，首播唔捌放袂记，我嘛是两个囡仔的妈妈，甲所有的爸母同款，希望为咱的囡仔会当做搁较济。对因做过的承诺，秀宝一定全力以赴，予伊实现。疼惜咱的宝贝，予咱的囡仔的教育会当继续往好的方向来改变。延续真心，秀宝四年拍拼看会到，恳请支持陈秀宝。我是彰化第二选区立法委员黄秀芳，秀芳用心听，认真做，长期关心社会福利、教育、文化。青年长辈服务不分党派，争取建设最用心，恳请继续支持黄秀芳。
新闻出来了，来看中华县政府鼓励县内产业创新转型，加增加品牌形象，是台举办中华真好的精选活动。经过专家评审、网络票选以及现场的投票，最后选出包括肉圆、花旦、棒年花茶等21款食品和非食品类的商品，而在进前将会上网络的购物平台来贩售。经过三阶段评比，200多件参加中华真好礼精选的商品，最后有21款摕到最后的胜利。馆长王惠美表示，参加精选的商品都真有特色，会当得到最后的胜利，确实真不简单。真的能够得奖，真的非常不容易哦。第一个，你要先请专家学者，包括你的卫生啊，你的相关的东西都经过专家学者先审过一次，然后呢，我们就放到网络上让大家票选。票选了之后呢，还怕你们去做票，所以我们又找了一个地方，现场人很多，让大家都能够现场去投票哦。用这样经过层层的一个竞争脱颖而出，大家抱啊声，搁家己吹一下。既然当选出代表中华的伴手礼，王惠美讲，出来会找百万网红来替一挂商品开箱做宣传。你在进前买加这21款的商品，就帮到购物平台来贩售。那这次获奖的金喝类的这些商品，我们会怎么做？第一个，我们会有人数超过10万人以上的这个 YouTube 做开箱的一个这个推荐哦。那另外呢，这些知名的网络这个购物平台，我们博客来哦，我们也预计在这个年前来上架哦。县政府今年的金喝类精选，一开始有超过200件的商品报名，参赛者有100年老店，也有新人翻箱创业，最后10件食品类加10件非食品类，以及1件网络人气，总共21件将成为中华一定爱买伴手礼。大中华新闻，天下中华彩虹报道。国立秀水高工长期深耕基础教育，今年学生刘燕婷前往阿布达比来参加2023亚洲技能竞赛，得到铁砖的金牌。另外，制度科的沈怡林也在这届比赛得到 CAD 机械设计制度青少年的优胜，奠定秀水高工惊人的实力。2023亚洲技能竞赛伫咧阿布达比进行。秀水高工学生刘燕婷伫咧3天的技能竞赛当中，拿下铁砖啊金牌，表现精湛。我第一个金牌。铁砖啊一类的国手刘燕婷，辛苦练了5年，已经厉害工艺技术，拿下金牌，又来铁出丰收成果。很感谢秀水高工提供这么好的资源，让我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一直向前冲，然后也要谢谢中区职训的邱老师、林老师，然后裁判长，还有华强老师，一直一路上陪我辛苦的训练。去阿布达比比赛，他画的题目是阿布达比的缩写，然后还有当地的国徽，还有年份，总共3个题目。然后在比赛过程中其实很紧张，因为在练习的一些材料跟台湾都不太一样，因为砖头特性很多元，所以当下碰到的时候有点紧张。另外，制度科学生沈怡玲也伫咧即届比赛摕到 CAD 机械设计制度青少年组优胜，消息传回来学校，制度科科友会会长特别摕到红包来颁奖表扬。你明年旗开得胜，哎呀，好好加油。校长刘炳登表示，技术型的高中以技能学习为核心，首钢技能学习按上基础的国中、高中到全国技能竞赛，以及到上关顶级的国际技能竞赛，都有很好的成绩。技能学习一条龙，也来落实基础教育的重要性。好，我们秀水高工长期以来就是为技职教育扎根，为地方产业培育人才，所以在技职教育这个领域里头啊，包括我们技能的学习，还有我们的啊产学的链接，跟啊我们的那个创意发明，我们都有很深的那个琢磨。那技能的学习，我们所谓技能学习一条龙啊，然后产学链接建教班、创意发明金头脑，这个是我们在啊发展我们技职教育里头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那在技能学习一条龙这一方面呢、啊，我们从国中技艺教育在
然后那个全国这个工科技竞赛、全国技能竞赛跟国际技能竞赛啊，都有很好的成绩。那最好的啊、一个今天啊，我们一个刘燕婷啊，她得到亚洲技能竞赛的砌砖的金牌。她从国中技艺教育啊，就是得到金牌，然后那个。在我们的全国技能竞赛跟工科技能竞赛也都有很好的成绩，那现在在国际技能竞赛啊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成绩啊，这个就是一个技能学习一条龙最好的这个呈现。学生伫咧各项国内国外比赛成绩拢真优秀，全校师生拢真欢喜，对这种的同学来讲也是一世人的荣耀。台中华新闻林桂英设置彩虹报道。由资助基金会甲国立科学工业博物馆合作举办的科学特展，伫咧中华秀水的静思堂顶场，透过灯光加趣味的闯关游戏，让小朋友学习科学知识。小朋友伫咧引导之下，来动手玩各种的科学游戏。一连串的闯关游戏，拢是由资助基金会甲国立科学工业博物馆合作举办的“疯狂科学家趣味科学特展”，希望藉由推广，让学生会当对科学产生兴趣。疯狂科学家跟慈济合作的展览，最主要是我们希望活化我们彰化静思堂，让社区民众更清楚、更认识哦。慈济的静思堂是在各地是一个大家的好邻居。那这个档期呢，会从今天开始，哦，12月9号到明年的4月15号，在开放的时间都欢迎我们乡亲能够大手小拉小手，小手拉大手，来到我们疯狂科学这里来体验科学的奥妙跟趣味。疯狂科学家的一个展览内容都是以自己亲手动手体验的方式，所以这里面会感应到所谓的学习到力学、光学，还有人体医学等等的这些科学常识。那他透过自己动手做、自己体验的方式来加深对科学的印象。当然，要是学习科学家的锲而不舍的精神。会当亲自操作的活动单元，每一个展区的代表科学家，用以趣味高追的方式来展现，又近科学家乡亲的距离，嘛成功吸引大小朋友来遮佚佗。多张新闻，林桂英、秀水彩虹报道。今仔日的报道台湾话，咱就来去听看卖谢金石老师为大家乡亲讲什么趣味的台湾话。欢迎大家到阵来学台湾话。今仔日的意思是严格，意思是互人严格加工。咱来看例句：国产鸡的品质上好是严格，未小怕，专心生吧。再来是俗语：严格趁红杯，意思是严格加工，因为体型较肥、较大、较含万杯。而且讲的不只是严格。是指所有的家工、家务，孝想要学凤凰飞，凤应该是讲凤凰之一，母的叫做凤，公的叫做凤。听讲凤是一种高贵又吉祥的鸟类，鸡是真普遍的家禽，想要学凤凰飞，真正是牛屎骨替石板，用来讽刺人的面目啊、才调、身份。拢输人，阁孝顺要恶人。12月23号，中华县政府将要举办2023中华岁末晚会活动，公布了带乡亲来去了解。这个台中捷运延伸到彰化，它是在彰化市的外围。其实对整个彰化市的发展没有帮助，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大。2023彰化300秀水传爱圣诞嘉年华会活动开跑了，在这岁末寒冬，我们准备了一系列的活动，要与您共度佳节。有圣诞装置、汤圆送暖、变装派对、圣诞晚会，还有圣诞市集。我是秀水乡长林林佳，2023圣诞嘉年华会，活力让秀水欢迎乡亲做回来。我是彰化第二选区立法委员黄秀芳。
秀芳用心听，认真做，长期关心社会福利、教育、文化、妇幼、青年、长辈，服务不分党派，争取建设最用心，恳请继续支持黄秀芳。欢迎继续收看《凯播大中华新闻周报》。单说来来看，迎接2024年，中华县政府将要伫咧12月23号举办2023中华岁末晚会，除了邀请艺人轮番登台演出，还佫有480秒的璀璨烟火秀，还佫有美食市集以及摸彩等节目安排。演员的军中情人方志伟带来好听的歌曲。迎接2024年代到，中华县政府今年岁末晚会选择伫咧溪湖湖西国小边的停车场举行。节目安排了老中青三代的艺人轮番登场，也有480秒的烟火秀，以及包括65寸的大电视、甲机车顶大奖，要予民众摸彩。好快哦，方杰妮又要到岁末了哈。那因为我们这个跨年有好几个乡镇要办，那我们是尽量就是给我们乡亲就近去参加活动哦。所以呢，我们就把活动大概都会在圣诞节的前后来，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冬至哈，这个前后来做相关的一个这个表演哦。那最主要做一下区隔，让我们的这个乡亲更有机会多听几场演唱会这样哈。出席记者会的客户丁丁马公，总算等来到客户办岁末晚会了，欢迎所有乡亲来客户佚佗，第四先来吃美食，暗时看演唱会。的彰化岁末感恩的这个演唱会哈，今年终于能够移师来到我们西湖镇。西湖镇是彰化县的中心点，然后在地的特色，当然就是推动观光最主要的力道，就是我们的西湖台糖，有我们的鸡鸭边。中华县政府已经连续五年无办跨年，颠倒是选择伫在12月底举办岁末晚会，希望招待更加多外观些游客来中华食景点吃小食，暗时来听演唱会，轻松来一个中华小旅行。多张新闻，多张中华彩虹报道。欢乐的圣诞节将要来到，河滨国小为着学生熟悉圣诞节文化，特别安排饼干屋 DIY 课程，邀请台湾优格饼干学院的团队来锻炼学生动手制作属于家己的饼干屋。为了迎接圣诞节，河滨国小特别安排饼干屋 DIY 体验活动，家长会特别邀请台湾优格饼干学院的团队进入校园，带着囡仔制作专属的饼干屋。饼干屋里面都会有这样的成分，所以小朋友们，你们都是可以吃的，也是敢吃的。最特别的是没有安排叮叮当音乐会，但是安排了小朋友做这个姜饼屋，那国外的姜饼屋把它改良过让小朋友体验一下做姜饼屋的乐趣让小朋友了解说姜饼屋的由来。除了利用汤生将饼做合成趣味形状，再来利用造型饼干来装饰家己的饼干屋，让囡仔家己发挥创意来完成作品。现场充满着这饼的香气，加上甜甜的汤生，要安怎忍受落来，成为制作饼干屋的上大难题。就是这个所以你们要一直很克制，对不对？对啊。要不然会怎么样？把它吃完就用掉。今天到和美国小举办的是一个饼干屋的教学课程，那我们用一般家庭小朋友老人小孩都最喜欢的家常的饼干来去取代传统的姜饼，让大小朋友把这个姜饼屋做完之后呢，还可以安心的享用，不会怕这个姜味或者是肉桂味。那我们在制作饼干屋的过程中，其实可以让小朋友去训练他的手脑的协调，然后刺激他的脑部的发展，也是一个无感的体验，因为体验过程就可以闻到这个饼干的香气，然后亲手呢来去把这个饼干屋搭建起来，而且可以整份带回家。陈小琪校长表示，真正真感谢家长会赞助经费来办理圣诞节体验活动，让囡仔有机会会当多元接触异国文化，借此拍开视野，培养国际观。多张新闻叶宏武何必彩虹报道。
河美河人国小志工队队长吴雪金，连续十四年合教志工，做会帮家扶中心中华发展学院的漫飞天使来筹募圣诞礼物，也捐赠200,000元的杂疗服务经费，陪伴家园的囡仔提早欢度温馨的圣诞节。满满礼物放伫咧圣诞树边啊！河林国小志工队又搁来到家扶中心中华发展学院，即个除了替漫飞天使圣诞愿望以外，搁带来精彩的戏剧表演，现场来的滚滚。好可爱哟、哦！那我们今年除了为漫飞天使募了111份礼物以外，我们也总共募集30,600块的圆梦金，分别送给了彰化发展学院跟彰化家扶中心，还有云林家扶中心、云林发展学院。我们志工队除了募了这些礼物跟现金之外呢，我们也为孩子们准备了一个很精彩的表演，一个话剧表演。那我很感谢，就是我身边的这些伙伴们，这么无私、这么的自动自发的去做的这些事情。那我觉得身边有这些人是很幸福的，那漫飞天使有这些人的爱也是幸福的，那我想我们的爱会一直延续下去。那今年呢，这个志工队也集结了200,000的一个经费哦，再捐给我们的家扶中心哦。那我想再次谢谢我们这个雪金所带领的团队他们的爱心。那当然更要谢谢和仁国小我们吴校长带领的这个老师们，那让学校的孩子快乐学习、快乐成长，也是因为这样，所以这一群志工们啊，对于学校呢啊非常的这个支持。那另外又在对于我们家扶中心这些漫飞天使他们的一个这个爱心哦，那我想这个心美人美啊，这些都是最美丽的。吴雪金队长连续14年，和廖志刚做伙募集圣诞愿望礼物。馆长惠美、店长林基立、官员林小齐等民意代表，各有来自各地爱心人士，也做伙响应公益活动。很开心，他们就是针对我们孩子的需求跟生活需要，那而去购买了礼物来赠送我们的漫飞天使。那也希望我们漫飞天使在使用上能够非常的合用。那另外还有就是和仁国小的雪金队长，他还替学员募集了200,000的善款，那让我们就是漫飞天使在不论在礼物或者是我们课业的学习上、治疗上的费用哦，都帮我们找了支持。吴雪金队长表示，爱感谢所有做伙参与圣诞愿望的朋友，无论是河林国小志工团队，或者是各地唔知名的善心朋友，因为有大家爱，才有法度安尼一直延续落去。大中华新闻也丰富，何必彩虹报道？关心天气状况，拜日拜受到冷气团的影响，水气偏多。拜日是上冷的时阵，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低温13度至14度，其他地区是15度到17度。民众此外要特别注意保暖，来关心各地温度一切。就是今天的开播大中华新闻周报，感谢乡亲朋友收看，我是苏慧祖，咱再会。